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骆达华，我在这里祝英皇体育的朋友们红红火火，也祝愿你们能够在英皇体验精彩的人生。009波兰 VS 斯洛伐克，波兰目前世界排名第21位，球队在实力方面有着极大的优势。球队不仅拥有一位超级前锋兼世界足球先生莱万，而且队中实力名将众多，所以球队进攻方面火力十足。加上波兰主场稳定性较好，近期主场不败率高达90%，此番也是稳稳坐镇主场。斯洛伐克本场欧洲杯是球队第二次参加的比赛，上一次参赛仅止步16强。本届球队大名单中有8人效力于欧洲主要联赛，都是欧洲主力联赛球员，阵中不乏经验丰富的老将，但是球队异地作战能力相对较弱，加上面对如此紧密的赛事，体能方面将会面对很大问题。波兰在阵容方面进攻锋线必定是由火力十足的莱万来引领全队，加上近期波兰的状态也是稳定性非常强，而斯洛伐克即将面对如此紧密的赛事，加上此番异地做客，综合分析系下此役波兰是天地人和俱齐，此役主胜。008苏格兰 VS 捷克主胜。010西班牙 VS 瑞典让胜，预祝全红。记得下方点赞关注评论，我们这边会第一时间给大家回复，谢谢 Thank you。